你给妈加点那个奶，不那个白脱，加的面包吃的。我想吃点什么？你不要吃面包了。那怎么着？这样吃空口吃啊？他要不煮面包的话，你非让他吃两口白醋，还空口吃？不是，你脑洞怎么大开呢？你怎么？关键妈没吃这个，你说你给妈来点这个，那可不得加面包吗？那怎么吃啊？我的意思说，妈要吃面包，你加点这个。要不吃面包的话？不是，我就逗了。妈吃面包肯定要加这个呀。我妈肯定在不知道加。她没拿起面包来，等她拿起面包，我会知道的。你怎么老是吓唬他呢？你怎么老是吓唬他呢？我还有我妈，我妈都看不惯，说我老吓唬你，我是吓唬你吗？你是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今儿个，我很正式的问一句，你觉得我日常跟你说话的方式，是调侃你，是怼你呢，还是在批评你呢？怼和批评不是一个意思吗？怼，玩笑性更强，批评是攻击性更强。可能是玩笑性更强，是吧？你能听出是开玩笑来的。你觉得这么也挺好玩，你觉得还是我要调整调整吗？不需要调整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妈，听见了吧？我们俩就这种说话方式，就是只要你每次就是该就安排这些的时候安排好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今天还是满意吧？除衣服啊，到感觉，可以啊。除了尺寸有点大，其他都很好。我还是很有审美的，我觉得我的审美在选你这件事上已经充分体现了。当然你也比我更具审美，这是说。看我现在不批评他了吧，老夸着他说，一直在夸他。谢谢你对我的。喝一个吧。谢谢圣母的照顾，谢谢妈今天来可以让我们有这个。